Sing song. Sing great hope now. So glorious sun, hope it's sound. Lord, long with some Lord, ye p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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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eluia. 主耶稣基督，你话过两三个人因你的名聚在一起，你就在我们当中。我们怀着信德，我们知道你和我们一切。我们感谢你在过去这几年保护我们，引领我们经历过这个疫情。今日我们可复信主耶稣基督，你明的，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知道我们要适应一个新的时代，总有很多迷茫，就请你派遣圣神，你自己的精神，你的爱情之神，帮助我们今晚，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更好的服侍你的肢体，我们的兄弟姊妹。圣神，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天主圣母。我话今晚咧，点解急 call 送圣体员咧？系因为教区话复常啦嘛？点复常啊？唔该。佢话主祭咧可以先领圣体，再送圣体啦。咁呢度咧，我又要解释少少啦。好唔掂嘅，因为神父同送圣体员一样嘅啫嘛，都系香港市民，而且呢，有阵时佢哋嘅卫生知识不如我哋当中噶。我哋当中有医生喺度，所以正我讲到啲问题呢，医生你补充一下。而且我哋佢都系送圣体员，佢都系送圣体员，咁就大家。如果你觉得哎呀有啲疑惑迷茫，咁我有医生送圣体员，你可以同佢倾下偈。首先要医好我哋嘅心灵上嗰一种嘅点讲啊，紧张啊，嗰一种哇，好似面对唔知乜嘢会发生咁。咁所以平常心呢係好重要㗎。因为呢一排都遇到多教友经历咗呢19年至到现在之后呢，那个恐惧呢未复上啊。大家明白我讲乜嘢，心里边仲有啲咩呀？恐惧。咁人之常情咯。所以我哋平常心呢去处理一啲问题。喺我堂区都出现问题嘅呢，我哋堂区呢得天独厚㗎。我哋有两个主教经常离开弥撒啦。咁你见到主教地呢係好用心啊。但佢哋都有佢自己嘅一啲 style 㗎。咁都係好㗎，完全好㗎。所以今晚呢我哋唔好讲神父。明白？唔好讲神父。因为神父自己呢，我諗同你哋一样囉，要面对呢种唔习惯，呢种嗰种有啲迷茫，要承认神父有咁嘅情形㗎。咁我哋面对嘅咩问题呀？就係信友可以恢复咩呀？兼领圣体圣血，亦可以淨係领圣体。明白？譬如我举一个例，我自己呢个堂区㗎嘛，
我哋未可能领圣体圣血，因为我要领圣体圣血，我要80个送圣体员先至够。一个主日，你明啊嘛？唔得就唔得啦，得就得啦，明白？而且都好多问题噶，咁啊，请我哋再讲啦。所以唔系逼大家做，而我哋睇到问题点样可以解决。甚至你话或者指令圣体，咁而且用容许呢，用条脷领圣体、哦。哇！我呢几日遇到啲困难噶，唔知日日都俾佢赖一夜嘅。又唔好怪佢、哦，因为佢身体都唔习惯，系咪都唔习惯，所以我哋大家都尽量包容啊，尽量适应翻，好嘛？好啦，而家大家系咪手中有啲白纸？系咪人人都有？好，而家我俾3分钟你写一条问题，你觉得你喺心里边？我唔问，我会抑郁嘅，即系话好点啊？你觉得点啊？好重要嘅，因为我要做送圣体员，我面对呢个问题，你唔帮我解决，我会抑郁嘅。你明唔明我意思？一条嘅啫，点解一条呢？因为咁样咧可以。集中起嚟讨论你认为会抑郁的那一条。明唔明白？我讲得清楚嘛？你觉得必须要问，我唔问得嘅，咁你写出嚟，用最短嘅字。如果冇字嘅举手，我俾你。嗱，将所有嘅你哋嘅问题呢，我哋交俾呢1、2、3、4、5位送圣体员，将佢分门别类，分门别类，你哋自己帮我搞掂佢。因为咧重复嘅咧，即系答一次。譬如话跌咗圣体员点啊咁，系答一次嘅啫。因为可能有10个人问同样嘅问题噶嘛。OK， 我哋有5位帮忙。将佢砌掂佢，我一路讲噶啦。咁样咧，你写几多，你见佢行过，你咪俾佢咯。咁唔使嘥时间，好嘛？好 ，Ernest， 今晚我哋面对嘅问题呢，正话已经讲清楚啦。首领圣体、摄领圣体、兼领圣体圣血。我哋嘅方法就系呢，先逐样讲，但你讲到嗰样有乜嘢问题，你哋可以立即问噶。首先我哋睇咗呢啲，讲完晒，我哋从呢度里边揾到啲问题答你哋，咁可能会嚟得有效率啲。讲晒先，然之后再睇你哋嘅问题。去答，赞唔赞成？系咪？因为可能讲完之后，你嘅问题已经点啊？立即冇咗抑郁噶啦！哇，好，俾埋佢哋啊！总共系有1、2、3、4、5个人啊！好啦，服常首领圣体、摄领圣体、兼领圣体圣血，首领圣体常见嘅问题。哎呀，嚟咗啲唔系教友噶，好鬼紧张噶，咁咪遭遇捉佢3条街，有冇灵啊？冇灵啊！有冇发生过？系嘛？好似如临大敌噶啦，仲有啊，佢接咗唔领住噶，翻嚟喂仔喎，有冇见过？仲有啊！个圣体跌咗落地喎，仲有连个罩都唔识开，有啲系正面掹开佢嘅，
係嘛？仲有喎、哦，唔識答阿嫲，佢答咩咧？感謝天主，佢中意就正意 thank you。講啊 ，thank you。Thank you, Dale。誒，仲有你大聲啲、这個麥啊，唔該啊。好啊，卓生啊。Thank you 啦。thank you 啦。係，好似攞咗啲嘢。仲有答阿曼噴口水。不過咧，今朝 Ernest 話又唔係 B， 又唔係 P， 點會噴口水嘅咧？最容易噴口水就 B、P。但你佢都噴到口水喎、哦，咁你唔知點處理呢？第一個條件就是平常心，小事唔好化大事。你要接納有啲咁嘅嘢發生，你受唔住有啲咁嘅嘢發生，唔好做送神體員。你受唔住啊嘛，你見血就會暈嘅。你唔好做护士啦，仲有最好今次喺呢个咁嘅疫情之后呢，需要有啲人帮下你手，譬如啲副祭，以往嘅副祭点噶，揸只圣体碟噶嘛，而家啲副祭失紧业啊嘛，你叫佢做咩啊？企你隔篱点啊？隨時協助處理應變，温馨提示。好啦，如果鍾意小事化大事嘅，唔好做送神體員。完全欠缺 AQ 嘅 ，delete 咗你嘅名由送神體員嘅名單裏面，即係你冇能力處理危機，你冇能力處理危機。是没有资格做送圣体员，哪怕你是热心的尊贵的贵妇或者贵公，因为你没有这样的能力去面对危机嘛，你明白我意思？如果是这样的，请起立，我们跟你说再见，明白？唔好再扮演一啲小事化大事，有危机处理，而又唔识，只会埋怨争吵，好似生活喺麦尼巴马萨嗰度。上个礼拜读到咩嘛？知唔知麦麦啊？唔系麦提沙，系麦尼巴，唔系萨奇马咩啊？马萨。是那些喜欢互相埋怨，喜欢在这里讲人是非争吵的，不要在那里，我们不在那里的。如果你想的起身，我跟你讲声再见，明白？所以我们现在面对着呢，是我们可以做，做到多少就是多少，做不到谁做啊？天主做的嘛，你那么紧张做什么？好了好了，非教友接了圣体不领着，一般常识啦，假冒辨识，明白？你都知道他根本都傻更更地走出来。今早我见到一个的，他拿着个圣体之后望两眼，咁点做啊？咁你鍾意咪攞走佢最真落草囉。得㗎，你攞返佢囉。你一个方法就为咗保护圣体。嗱，你下次唔好啦。你而家食咗佢啊，吞咗佢，吞啦。吞咗落肚就点啊？吞咗囉。因为佢係大罪人囉。咁你咪同佢做朋友囉。或者你都是咋嘛，耶稣不会介意的。不知者怎样、啊、不知者怎样、啊、你这么紧张做什么啊？法利赛，你做什么要做送圣体法利赛？明明我说什么？平常心。
信赖天主的照顾。所以有阵时都会说，嗱，你而家领咗吞咗佢啦，下次你唔系教友唔使出嚟，你又唔使讲咁多噶，因为你系教友啊，呢度唔紧要，因为咧你系你搞掂佢自己，因为咧你送紧圣体冇机会你讲咁多嘢噶，你隔篱有条乜嘢啊？乜嘢嚟噶？负债又或者送圣体员。站在你旁边帮你处理咯，所以我要80个送圣体员才够，特别那些资深那些呢可以做这些隔离那个怎么人家，尤其是懂得危机处理，危什么鬼机啊，那些这么简单。好啊，圣体跌了落地，跌咯，耶稣都三次跌倒啦，干净你咪自己挤个口度咯，见到咩？你细个都系咁大噶啦，系咪？咁如果唔可以领噶，咁咪用啲水点啊？溶咗佢，埋喺花盆，倒入圣井咯。你哋识噶嘛？多马斯话。几时佢唔系食物呢？你放心啦，天主照顾唔系食物就唔系食物啦。好啦，仲有唔识除口罩，我唔识答，唔识答阿孟你自己搞掂佢。答阿孟佢喷口水，咁我就俾盆花佢。你搵个人揸住盆花，一见佢出嚟喷口水俾盆花佢。是不是这些不要理啦，是啊，还理那么多。好啦，那个危机处理那个怎样教他，哎，阿曼答阿曼，是不是那就可以咯。好，麻烦。哇，我卖肉养孤儿。这张相真贵啦，喂，你影了他有照相权啊，你可以。你可以将佢传到全世界，可以，个照相权系我噶嘛？佢用舌头领圣体，佢好劲噶，佢一出嚟，将个圣，将嗰个咩啊，个罩一托，耶！哇，几鬼怪啊！再嚟。下边个张咧，佢唔系拉落咯，唔系拉上拉落，拉落嚟指住条脷，佢惊我唔俾佢，咁啊俾嘅，你要乜就俾乜啦，几得意？隔篱个斜角嗰张仲得意，佢个口罩咧就戴住耳环一样，揈下揈下揈出嚟。你哋有冇见过？你哋见过噶？就咁，我唔使扮嘢啦。而家仲有一样嘢，佢伸条脷，嗰条脷里边有嘢。呢啲 PowerPoint 咧，我会放喺度，你哋可以随时 download， 传俾全世界送圣体员。哎呀，咁呢啲咁嘅嘢咧，冇乜所谓嘅，呢啲系异象嚟噶嘛。OK， 唔该处理，一样嘅啫，一样，全部一样。假冒辨识啦，保护叫佢引足啦，喺条脷跌咗落嚟，唔好执嚟领啊，明唔明啊？有条脷跌咗落嚟。哎呀，任工，我够热心啊！我要执嚟领啊！教会清楚讲，佢唔系食物，唔系食物，因为已经受到点啊污染噶啦，污染。你话我热心啊，咁咪热心咯。你仲要经过地下咧，黐住啲碎，你咪跪低用条脷领咯。
念一串玫瑰经，每一串万个玛利亚舐一嘢，咁啊为表现你系热心、尊贵嘅爱天主嘅热心教友，神经病。咁你会话咁样话人唔啱喎？真系唔啱啊！佢都系啊，唔需要噶，平常心。唔好小事化，仲有要懂得危机处理。最重要的对天主要有信心。哇，搞定，唔使讲。好啦，其他都一样啊。呢样咧，我都好难做啊。佢而家咧啲利咧混杂喺啲手里边。你明明明咩嚟混雜啲手啊？佢用開送聖體啦，咁啊本來你話喺你後邊好嘅，但有時咧佢行到半路做咗啲決定，都仲係用利好嘅。咁我送緊俾佢隻手，佢突然間用條利，有冇見過啊？你哋？或者去到最后有条脷，咁你送下条脷，佢个条脷又舐咗你只手，有冇俾佢舐过嘅举手？未舐过嘅举手啊，冇举高离手，我啊实日俾人舐噶，咁你明啦？嗱，如果未舐过嘅咧，恭喜你，你舐过咧更恭喜你，因为你识处理啊嘛。好简单噶咋，用消毒液咁啊，隔篱嗰个好重要咯，喷一喷，本来要两只手搓嘅，系咪要几多秒啊？20秒系咪？医生系咪20秒啊？我都唔知点搞，我呢只手啊揸住圣体，呢只手啊俾佢舐过，嗰、那个又会喷啲嘢落我嘅手，我唯有上祭台放低佢。整佢20秒，跟住落嚟又再送，点知佢又舐我，咁于是我又上去，又我要喷一个20秒。随便咯，你唯有系咁噶，食得咸鱼抵得渴，鬼叫你做送圣体员咩？如果唔系有支消毒嘅酒精纸巾，你咪纸巾咯。咁嗰个企你侧边嗰个点啊？就好重要噶啦，好重要噶啦，明白？唔使咁蛇龟。哎呀，我谂医生喺医院里边都唔会系咁嘅，平常心啊，系咪啊？啊，咁如果你咁惊咯，咁咪唔好做咯，翻屋企洗背咯。好啊，我呢度表演咗噶。喷，我呢只手仲揸住圣体啊嘛，我唯有咁噶咋，点知搓佢20秒，点知搓？哎呀，咁你当然你可以话教区话噶嘛，咪后边排后边咯。好，边个正话话有啲嘢讲噶？排后边咯。好，问啦。我哋就遇到呢个情况咧，就系、是、一条长龙，中间有一个系侍领啦吓。咁、啊、我哋就用紧个右手咧，就送紧啦，系咪？咁样送下送下，有一个嚟侍领咯，咁啊伸条脷出嚟。咁我哋咧就将只右手就揸住个圣体钟，就用个左手俾佢。之后一个半个啫，就转翻只左手。舐咗啦，舐咗啦，舐咗啦，咁啊点啊？系啊，咁。隻左手俾咗佢啦，揩到又個又，我就揾塊布抹咗之後，揸翻個聖體鐘，然後排緊隊係用手令嘅咧，就右手再俾翻佢。我暫時係諗到咁樣處理嚇。哦，得啦得啦，咁你點處理都好啦。唉、哎，得啦得啦，得噶啦得噶啦得噶啦，係、哎、你左手交右手咁，啊，即係大波一腳傳過去，大家明噶啦嘛。
明白嗎？即是左手交右手而已，左手不要被右手指。咁當然啦，我哋都今日下晝都經過，可能咧嗰、那個叫做咩啊輔祭啊，或者乜啊咁，可以幫你點啊？揸住個聖體，你潔淨嘅手再送咯。咁你左右手交咯、哦，就舒服啲。唔係咧，嗰啲聖體跌鬼到地下，你要逐個領翻上嚟。OK， 唔緊要，做啦。用最簡單嘅方法去解決複雜的問題，不要製造另一個麻煩，明白我意思？不要製造另一個麻煩。 OK， 好、首領薛領說了沒有？說了，首領就說了，薛領就說了，今晚真快脆。我們自己要小心，我們接受基督和教會所讲的恭敬，就不如点啊？唔好自己发明一啲嘢咧，根本都唔系教会讲嘅。格林多前书，佢话食呢个饼饮呢个杯，宣告主嘅死亡，直到佢嘅再来。当耶稣立圣体嘅时候话：呢个系我嘅身体，为你哋牺牲。你们这样做纪念我，他立圣血的时候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要每次喝应这样做纪念我。 OK 啦，信不信？信就信咯，信就做咯，还拗撬那么多做什么？做乜嘢喺麦尼巴、麦提沙咧？一马食马杀鸡，杀鸡马马杀啦！你咪做咯，就咁简单嘅咋？恭敬不如点啊？你啊解释到乱晒龙，仲系低级嘅解释。乜嘢圣体里边有圣血，圣血里边有圣体？你啊真系好叻嘅啫，耶稣。耶稣不识你，比耶稣仲叻。耶稣讲咗咪讲咗咯。好，教会点讲？感恩经啊，感恩经系点啊？求主倾注圣神，使饼酒成为基督嘅体血。咁晚餐嘅叙述照旧啦。最后嘅，我哋求你，求天主。使我们领受基督的圣体圣血之后，因圣神合而为一。神父可不可以不念是分享基督的圣体，不要圣血之后因圣神合而为一，行不行？得的举手，得的举手啊！那即是得的举手，不得的举手。那些弹弓手什么意思？是你有很多观念呢，很多观念呢一束缚着你。伏魔昨天你圣堂有没有驱魔？昨天应该驱魔的、哦、为什么、啊、基督告诉你知嘛，所以感恩经的神父一定要这样念，让教友我们大家领了圣体和圣血之后，因圣神合而为一，明白？所以领圣血是理所当然，并能使人得救的。那你可以骂耶稣的，多鬼鱼！你不知道自己圣体有圣血，圣血有圣体的吗？那你就得闲坐在这里骂他咯。欢迎啊，因为不关我事。不要这样想东西，你这样想东西是抑郁症的一个表征。耶稣说你就做咯，你那么多拗叫做什么？你心有很窄、啊、好，麻烦罗马尼撒经书2002年8，兼领圣体圣血，
更能明确表达共用圣事的意义，因为用这个方式更能表达出感恩祭宴。这个拉丁文是感恩祭宴，这个标记更加完美，因为这个是耶稣用他的血订立的生而永久盟约的旨意。你领圣血的时候，就是同基督点啊订立了这个咩啊生而永久的盟约，就这么简单。这个的标记，通过这个标记，我更知道，我明白耶稣同我订立了一个生而永久的盟约，而且还是天国的末世的圣言。将来在天国，我和基督都是同体同血的。OK， 天国的圣言，谁说的？不是罗国辉，不是陈日君，不是周守仁，不是吴日华，不是你的本堂神父，是谁说？教会说的，教会所明白耶稣所说的，是教会明白耶稣所说的。清楚没？那你也会的，因为有些人呢，个脑呢，有些电波很奇怪，他说耶稣显现给他，教友不可以领圣血的，还有不可以用手去斗圣体，一斗耶稣会再流血。我不知道他应该送他去哪里检验一下，我不懂的。不要发明一些你自己乱噏的嘢啦，教会点讲你咪点啊？点做咯？恭敬不如点啊？你信赖天主，信赖天主喺教会里边，好啊。二八二条呢个好重要啊。首先教会话，牧者应该用尽量用适当嘅方式提醒在场嘅参礼者。有关特伦多大公会议的教导，领受共用圣事的方式和教义，要教友明白啊，即使用饼或酒来领受，即是你可以只是领饼，亦都可以只是领什么？不要只是以为领饼哦，你说我不喜欢饼，我喜欢喝酒，咁你领酒都得嘅，见到吗？你连一样都等于乜嘢？佢话都系领咗真正嘅整个基督，真正嘅圣事，论实效而言，唔会缺少为得救所需嘅恩宠，明白？唔会缺少恩宠。我哋深信噶，因为都系领受耶稣基督啊嘛，唔会缺少任何嘅恩宠，唔好净系领饼，就以为少咗领酒嘅恩宠，净系领酒唔领饼，又以为少咗乜嘢？冇噶，一样噶，又唔系领饼领酒系等于恩宠加倍，唔系咁啊。因为我的经历呢，在饼酒里面，我看到耶稣建立的就是一个这样的，这个身体为我而牺牲，他的宝血为使我和他建立一个什么生而永久的盟约，直到天向都是我和耶稣分开的。好了，那也都知道哦，教会有权呢去调整啊，为教友的益处调整方式的。不好意思，跟着最后那段，但同时也都要引导教友尽量渴望完美地参与这个神圣的礼仪。
就兼领圣体圣血，藉此使感恩祭宴的标记更完善显示出来。二百三条呢是讲什么时候可以领圣体圣血。教区主教可为自己的教区订定有关兼领圣体圣血的规则，在修院的圣堂小团体的弥撒都要遵守。主教可以授权给专责神父，包括本堂神父在内，为他受托的团体在认为合适的情况下，让信友兼领圣体圣血，为教友应受入充分的教育，没有涉性的危险。而且兼领圣体圣血不会因为人多或其他理由难以进行。我读完了，换句话来说，能做怎样就做，能做就做。所以主教有权给本堂神父决定，明白？能做就做，是要做或者不要做。整个行文呢，不是禁止，而是怎样做，而且做的时候要小心，没有涉性的危险，或者因为人多而做不到的情况，只要做得到，没有涉性的危险就怎样，清楚的，明白了吗？好了，香港教区怎样说？香港教区的牧民指引4.2.6 是香港教区给了专责的神父呢，去决定这个堂区是否适合。但是有条件的，你一定要教育教友，一定要培育教友知道做什么，明白去做，而不是有涉性的危险或者你不能够做到的。好了，所以如果再用个理由呢，是圣体有圣血，圣血有圣体，圣血有圣体，圣体有圣血，这些这么低级的理由呢，是低级到不可以叫神学啊，不是来的，明白？这些没有东西来的，是些幼稚园在这玩的，就是没有东西来的。教会讲错的了，清楚圣体圣血，现在教会说能做就做，但是你要明白，只是另一样都没有欠缺， OK， 你要坚持另一样都没有欠缺，不过能领的话更能表达出耶稣建立这件圣事的意义，尤其是新而永久的文字。 OK， 不要再说一些这么低级的那些这样的讲话法，什么圣体有圣血的，耶稣知道，不过耶稣就要这样去表达他和我们的关系，他为我们而牺牲，为爱我们罪人，他愿意和我们订立新而永久的盟约，是永远的盟约，明白？所以他用饼和酒，教会都说能做就怎样做了，主教有权的了。所以你看到 4.2.6 4.2.3 呢，我就是说今早有教友要求我的，又是因为他要求我的话呢，他会以为这样就可以解决香港，不会再用首领圣体嘛。我们已经问了的，1969年罗马已经批准香港可以用首领圣体，如果教宗都批得了，你以为教宗会不会落，会不会叫我们落地狱啊？用首领圣体。有一次一位主教说，你的手打人的机会少，你的嘴骂人的机会多，
所以你用个嘴点？胡书记讲嘅好似，咁咪明啦。无论手同口，都求天主洁净我哋。手洁点啊？心清咯。好，讲完，唔该，继续。点样令嘅方式都写得好紧要噶，你自己翻去睇有冇补充？我哋前边呢行咧都系讲者嚟噶，资深嘅送圣体员啊。有晒。成日遇到咧就系啲教友或者送圣人都会问嘅，点解喺外国咧，人哋就成个杯饮，香港咧我哋就要。比在手上，然后叫教友自己点，那是不是这样叫自己点呢？这样哦，好，我明白了。因为在外国呢，他们拿着个杯喝的，见过的举手。哇，好厉害，恭喜你们啊，你们不会大惊小怪了。在那些从未见过那些呢，在那里叫到，哎呀，叫到梵蒂冈都听到。他们真的饮的。饮。那你说我教会给了我，我站下去算不算是叫自站呢？你最重要是那一个送圣血的人都跟你说什么？基督圣血。那就已经是给你了。明白？已经给你，跟你说什么？基督圣血。是不是给你啊？咁你自己站咋嘛，咁呢个唔系叫自饮自着，系俾你㗎，你点用咩方式呢，个系可以㗎，明我讲乜嘢。因为好多人玩嘛，嗰咩救赎圣事训令㗎嘛，佢话教友唔可以自己站，唔可以自己领，你唔系自己站自己领啊，已经系俾你㗎嘛，基督圣血。或者讲乜嘢，基督圣体，明白吗？平常心给了你，你就喝啦，你就站啦。所以在外国他给个杯你，基督圣血，你就自己拿着个杯喝啦。或者我基督圣血，那你就拿着个杯站啦，是给了你的。所以不要做这些这么幼稚的物体沙同埋撒奇馬啦，明明我講咩啊？咩啊？邊兩個地方啊？馬薩同埋咩啊？麥尼巴同馬薩啊！上個禮拜佢讀經啊，記唔記得啊？爭吵係咪？爭吵埋怨天主。好，繼續唔該。邊位 ？Billy 唔該。想話咧，點解佢哋咧？俾個教友自己點咧，就話佢自己點。喺外國成個正着俾你自己揸住，你又唔話佢自己飲嘅。係啊，嗱，你好小心啊，千祈冇揸住個杯灌佢啊！基督聖血灌你咁，佢一定會點啊？俗親一灌佢即刻噴。你話灌你，佢大聲話噴你。你明白会发生的，我们要尊重圣体圣血，我们要真的敬怀着虔敬的心，虔敬的平常心去领受。 OK， 既然香港主教给了就给了，清理圣像，香港主教也都给了送圣体员可以清理圣像，大家明了吗？就送就做啦，做好佢啦。好，唔该。讲到清理圣像咧，因为过去呢几年因为冇咗圣血啦，咁所以就嗰、那个天神台可能嗰个位置就系预咗冇圣血噶啦。咁但以后如果多咗送圣血嘅咧，就多咗圣像，咁要真要考虑嗰个地方嘅充唔充足咯。否则咧会人撞人，兼且好易会倒洗啲圣血咯。好啊，我想俾一张台大家睇，系当时善道之母堂啦。今日我唔知点啦，离开咗咁多年，
都唔系好多年啫，系咪十年人事几翻身噶嘛？系咁大张噶，大家见到啊嘛？系一张咁大嘅台，你觉得企唔企理啊？铺晒好清楚，中间点解有水啊？如果你手沾到圣体，点啊？好多噶，清清晰晰噶。OK 啊，好啊。仲有呢，阿 John， 即是话你哋都要学啊，点样有一张够大、够整洁，好紧要整洁，同埋系庄严嘅天神台，明白？包括埋喺嗰度洗圣著噶，我讲嘅洗即系清理，唔系真系用手去捽，一阵会俾你睇条片。在水喉度做的呢一段呢，是李神父写的，是吗？你讲几句啊 ，Laura， 李亮神父好好心噶。一个灵性体嗰啲方式嘅时候咧，佢特别喺啊做咗个附件，佢话咧灵性体嘅唔同方式都有其象征意义噶。咁样咧就简单讲啦，舌领、口领、手领、跪低领同企喺度领。都是可以的，咁请大家彼此尊重，唔好再拗呢啲问题。如果佢舌领，我尊重佢；佢手领，我尊重佢；佢兼领圣体圣血，我尊重佢；佢唔领圣血，净系领圣体，我亦都尊重佢。因为有啲人真系唔斗得走啊，一斗就走啦。有啲药物系嘛，同酒有抵触系嘛，医生。所以唔好领圣血咯，甚至有啲 alcoholic 嘅，亦都唔好啦。不过嗰啲咁嘅圣血咁鬼低啊嘛，咁都 alcoholic 冇得救。仲有啊，你知连圣体嗰啲叫咩啊？咩根啊？嗰啲 glue 乜鬼啊 ？glue 田啊嘛。对肤质敏感嘅人咧，教廷出咗个指示咧，系可以特别为佢哋。做一啲冇膚質嘅餅嚟領聖體噶嘛？係啊，所以有啲神父有啲咧人唔做得神父噶，因為佢一有酒佢發癲，或者佢食嗰啲麥乜咧，佢就會攤咗，咁咪唔得咯。咁咪即係你係唔得就唔得，唔好做埋啲得。譬如你唔好叫羅國輝唱歌。他一唱歌咧，天主打冷震，咁佢咪冇唱咯。但又唔好阻住人唱喎、啊，你明白？做到咪做，做唔到俾人做咯。呢、這个呢大家翻嚟睇啊。呢、這个手册嗱，好啦，点做就咁啦，大家都知噶啦，系咪？基督圣体，基督圣血，好，继续唔该。呢一段呢大家都知。嗱，而家呢一张咧就我哋圣堂，你见到咧送嗰个啦，侧边企一个人点啊？帮佢啦，做助手，系咪？揸住圣血布吓，揸住圣血布，因为有阵时如果滴咗落地点啊，抹咗佢咯，千祈唔好揸圣血嗰个嚟抹。护帝神，一护帝神将杯嘅都点啊？OK， 平常心，找一个多个人帮手，好，唔该。而家讲领嗰个啦，唔好急，慢慢站，放入口，冇事噶，冇事噶。最紧要咧，唔好咧，去到圣血前鞠躬，我见嗰个啲头发摆咗落去。特别你长头发，有一个小姐好中意用啲头发抹我哋手啊！人哋用长头发抹耶稣对脚，佢每一次领圣体就抹我对手。佢头发好长噶，咁每一次鞠躬，佢头发就点啊？跟住佢就，算啦，好啦。大
都识做噶啦，我唔讲啦。好啦，唔该。而家要注意一样嘢。如果今次我哋恢复灵性体成血，嗱，一认真讲，要用啲细杯装嘅圣血好少，好少。阿欣，我哋杯喺边度啊？阿六体，你推佢出嚟啊！成架车仔推出嚟啊！系得啦，嘣嘣嘣嘣，嘣嘣嘣嘣。我哋呢张咁细嘅圣堂咧，就有咁细嘅叫咩啊？唔使你冇喐佢好多啦，你喐 less。好啊，喺呢度得啦。嗱，我哋啲杯仔啦，唔细只噶咋？你系睇到噶，阿欣，你倒一只啊？呢只倒落呢只啊？呢只已经系好少噶。你要小心，你唔好点点下冇晒肝糖，又唔好肝糖又唔好，但系你咁细呢，系站唔到手指噶。我摆呢边啦，我哋有啲咁细嘅杯噶，你堂区应该有，见过未？未见过嘅举手。咦，即是说你见过晒的了，因为教区曾经做了一批，问圣堂要几多就给几多的。什么话？你圣堂没有啊？过去了。如果你要，我不知道做不做到啊，因为当时很辛苦，在大陆找厂家做，所以很便宜，但是很有的。个品质系好好嘅，可能无论点，想讲俾你听嘅咧，就系、是、一定要少，明白？少圣血，咁你站入去就唔会点啊，湿唔到手噶。第二，因为我哋啲饼咧系好硬干嘅，明白？一放落去就已经点啊，已经索咗噶。根本不会滴到的，所以呢大家留意啦。神父，神父，你话嗰阵时个酒唔系圣血应该好似一只手指节咁深，系嘛？一只手指节咁深啊？个饼大概咧系一个指节啊，你明吗？咁多多，你唔好计埋手甲啊！我知道你只手甲咁鬼长，咪啲女士们日日换指甲嘅，我见到佢。我点解今日咁短嘅？琴日咁长嘅，你咪剪咗？佢睇听日啦，听日好长个，又唔同颜色嘅、哦。你冇讲嗰啲，系讲正常地一个指节，够未啊？够噶啦，好啦，有冇啲常见问题啊？有噶，如果佢真系沾圣血嘅，佢放咗落个口唔灵嘅。点啊？呢度都系外教人嚟嘅，咁你唔好问，攞佢出嚟自己领啊！你叫佢咩啊？吞咗佢啦！如果有条脷跌咗落嚟又点啊？包咗佢点啊？花盆啦、啊！好啦，其他啲我唔识答，你答啦。呢啲咧，你自己睇呢本书啦，整本书嚟叹下。攞本书俾我，即系话如果你要买书呢本，明白？连神父主教都要守嘅，教宗都要守嘅。OK， 佢嘅意义喺边度都有嘅。咁而家第二本书系咩啊？圣圣体元首集。香港教区咧得天独厚噶，边位可以讲一讲？
我哋几多年开始有？系1982年胡枢机成立。用个麦讲大声。1982年由胡枢机成立嘅香港教区嘅送圣非常冇送圣体院。以前是叫特殊送圣体院，但现在因为教会说那个字不是那么理想，就现在我们改了做非常无送圣体院。独特派是吧？现在是非常无 extraordinary， 乜都好啦，总之你知道在说你啦。非常无的意思，即是常务是神职人员。非常无咪非常无咯，咁所以睇呢本书啊，呢本书非常之好噶，甚至无咧，我鼓励你哋，因为李志源神父曾经做过问过，喺历程嘅时候，佢我哋自己培训好唔好啊？咁我立即话好到极啦，由神父自己直接同啲教友培训。佢话有咩书可以跟啊？咪呢本咯，你翻去睇晒佢，读咗佢，了解佢，咁就得噶啦。咁你话我唔了解点啊？91562179，我嘅电话嚟噶，91562179，唔好话你都系搵25272577，25272577，边个嘅电话？禮偉的電話，你找誰？找阿 Laura 或者找誰？不一嘛，羅神父的91562179，我的電話都在外面的，門口地產商有時打電話給我的，我都在的，教友知道的。我聽告解的時間是每早上7:30離散後，每晚7:00之后，星期五全日，跟住呢就是你预约啦。唔系因为咁我先至听，而我可以俾充足时间你可以讲，我可以接待你。所以记得91562179。所以你可以噶，攞本书睇啦。好，唔该，继续啊。咁我哋1982年啊？82年啦，好啦，咁啊 ，Billy， 你话当时胡枢机写嘅文件里边最重要嘅几条，唔该继续。其实胡枢机最重要嗰阵时系话喺主日同埋一啲节日送圣体嗰时候，要关心埋出外边嘅嚟唔到圣堂嘅兄弟姊妹。同埋喺聖堂入面，因為會送聖體聖血，咁可能就會拖到個離曬好長，咁所以就有送聖體員可以協助。咁我想講講就係話，我哋大家最主要成日都要記住就係點解胡枢機會話係主日同埋嗰個瞻禮，尤其是係聖誕節或者過年咁樣，即係香港教區個當首瞻禮咧係主日啦。同埋係聖誕節，其他咧係豁免咗。睇譬如喺外國咧，好多嘅節日都係當首嘅。咁所以我哋都要注意翻。譬如有陣時我留意，可能有啲堂區喺聖誕節啊，或者係即係一啲大嘅節日咧，忽略咗一啲喺出邊嘅兄弟姊妹嚇。咁同埋可以喺呢啲節日、啲大嘅節日啦。分送聖體聖血，咁所以仲想即係問翻神父，我哋服常啦，咁而家我哋會唔會出去出邊送俾嗰啲要關心嘅兄弟姊妹，即係佢嚟唔到聖堂嗰啲？好難講喎，好難講。今日我同幾位神父都傾呢個問題，因為現在呢有啲安老院俾你探翻嘅喎。有冇啊？但有啲安老院仲系唔俾你谈噶喎，有冇啊？即系睇安老院点样做，要预约系咪啊？系会噶会噶，仲有啲医院咧，你通知牧灵部咧，佢可以帮你噶。
烟木灵部帮你噶。其实当有嗰个疫情时候啦，咁我哋都有探叫做咩啊？喺屋企嘅病人圣体，阿医生你帮手噶嘛？你同你太太系嘛？我哋有医护人员，佢哋识点样保护自己处理，去啲家庭里边帮啲老人家送圣体，帮啲病人送圣体，明白？咁你会话多谢医生啦，帮忙啦。咁你话我姓唐冇喎，可唔可以借啊？咁你一齐问佢咯。即系我会谂一谂，香港有咁多医生护士，我感恩噶。我同佢有医生帮手去探啲老人家，明白？有护士可以噶，静晒喎，唔知点啫。我会觉得我哋教会呢系好丰富噶，系好多姿多彩，同埋人才系好多噶。所以请你哋唔好净系自己做嘢，点啊？去揾更多嘅人合作啦。如果你做唔到唔紧要噶，我做唔到，我咪揾人帮咯。明白，好啦，咁所以正话 Billy 提咗，仲有一样啊，唔好大时大节唔送圣体，大时大节更加要去送圣体啊！咁你话我哋堂区点？我罪我最高我重罪，有好多嘢我未做到啊，真系未做到，我都未知道要点做。甚至是没有精力再做，没有精力再做，没有时间再点想嘢了，明白吗？一起做啦，一起想啦。所以我堂区都很多困难的，明白？最大困难是我自己咯，会的。好啊，那你点清楚了？哎呀，是灵性体的原格耶路撒冷的祭利龙，当时三百几年第四世纪，他教那些新教友怎样领圣体，他是将你的手变成什么一个杯子去迎接基督啊。你答阿孟啊，不是 thank you 啊。好，继续。那你看到用手领圣体呢，第四世纪根本就是这样，他用你的眼睛看着圣体，用你的眼睛看着圣血，看你的眼不洁净的，不要伸手，但要鞠躬回应阿妈去领圣血。挺聪明啊，见不见到啊？领圣血就没有伸手，明白吗？ OK， 请你继续啦。好啊，罗马教会去到十二世纪都讲，就算连细路仔领洗都叫佢领圣体圣血噶。十二世纪系后来冇咗噶咋？今日东方教会呢系继续噶，唔该。咁啦，今日东方教会都系咁，唔该继续。你未见过呢用吸管来领圣血啊？曾经是有过的，教宗圣教宗保禄世都曾经试过啊。到今日我今日洗礼位先至讲，有啲东方教会有杯水俾你嘅，就系、是、你，因为佢哋譬如 Coptic 咧，喺个面包咧好多水，你食完之后惊你啃啊。俾杯水你朗口飲咗佢啦，咁所以呢每个地方都唔同，从来冇人讲过话用手领圣体系会落地狱犯罪噶。如果你想咁讲，你咪落咯。系啊，求人得人有何怨苦啫？
落地獄不是因为你用手领圣体，是因为你偏执。OK， 唔该，好啦，讲咁多，我哋今晚话好具体嘅，我哋要面对我哋个海报都系咁话，面对理论啦，面对灵修啦，面对实务，有一本书我觉得非常好嘅，《弥撒默想》。《弥撒默想》，佢嘅作者好出名噶 ，Father Jabungo， 我老师嚟噶，系世界驰名嘅学者。但系当佢老年嘅时候，佢放低一切，就写默想。呢本《弥撒默想》我睇完，我译咗中文，非常之好。你翻嚟慢慢睇啊！你欣赏整个弥撒，每一步，每一个土文，你享受佢啦。唔好再跌入嗰啲叫做咩嘢三姑六婆嘅拗叫，明白？唔好再做三姑六婆，唔好再做礼仪法理财，明白咩个礼仪法理财？教会点讲点啊？你点做啊？做好佢，最重要是你同耶稣嘅关系。好，唔该，俾我哋睇埋啊！因为讲完之后，可能大家问题少咗。唔该，继续啊！清楚啦嘛，天神台啦，应该有呢啲噶。大家明咩叫天神台啊？即系走水桌。啲老嘅教友就知啦，天神台就係准备弥撒嘅地方。OK， 继续啊，唔该，俾你睇过啦，继续，继续，你要冚好佢，整理完之后 ，OK， 送完圣体就整理好。哇，呢个好犀利喎，已经有结手印啦喎。好前卫喎、哦！哇，几多啊？2017年我哋已经喂善道之母有咪喺度啊？点会你个本堂嗰阵时咁叻嘅 ？OK， 好啊，唔该，呢个系明哥做噶，洗圣像。一二三，开始。已经冇圣血噶啦。领晒噶啦，喺制衣房用水喉冲，呢条叫沙巾，可唔可以 Anna 同我攞条沙巾？唔该，知唔知沙巾喺边度买？知嘅话俾我听。边度啊？卖 B B 用品嘅，卖 B B 用品，帮 B B 抹嘴嘅，你明唔明白？因为呢条纱巾咧系最柔软，唔会伤害性着啲金，明吗？你用佢嚟抹干净佢，唔好用性血布。因为圣血布太硬啦，会开花只圣像啊！仲有千祈唔好戴有角嘅戒指，特别你嗰只钻石戒指。你送圣体我知噶，你一只钻石戒指咁噶嘛，揸住咁翘几个圈，基督圣体都系嗰只戒指。还有、哦、你洗的时候用的戒指这样刮刮刮，所以你看到为什么圣像有个圈呢？那你调查一下，有人戴钻石戒指来刮圣像，你明白吗？手没事，不要戴戒指，冲水就可以了。好，麻烦
晾乾啦，晾乾就就成著啦。咁擠好佢，仲有聖盤啊！明白？而一間聖堂孤隱其名。他有全香港最有钱的圣像，但是他怎么清理圣像？是用省同水。什么都不用用啊，清水我们周大福的秘方啦。我有条秘方是周大福金宝给的，他教我们很简单的，用清水什么都不好用，清水得噶啦。如果再觉得有啲积，用镜皮啊，明白吗？有油脂噶，你抹啦，因为镜皮去抹镜头唔会坏。OK 啦，好，我今晚咧愿意同大家讲到呢一度比较清楚一啲嘅嘢，但系我知道你心里边有啲压力噶。你哋几位系咪将佢哋嘅忧郁都睇晒出嚟啦？好，唔该啊，边位帮我？系咪阿雪山啊？哦，咁大镬啊，打埋出嚟啊！七张片，阿欣做嘅，系啊，七张片。哇！你哋效率好高啊！喂，俾啲掌声啊！系。大家讲下，当有教友跪下准备口令圣体。请问送圣体员送信体进口，即入佢个口，或请佢排到最后，有冇人愿意帮我答佢？我冇人愿意答。平常心你点样送俾佢？然之后你点啊？洗洗手咯，明白吗？咁你又唔使衰格到。哎呀，送俾佢洗手，咁跟住吓到佢下一次点啊？行到最后，哎，你试佢两招就得噶。神父啊，佢用口啊，你明吗？你只要整一招，下次佢一定见到你，佢立即走。我解答完啦。我见过一个在这里，求天主赐他健康，他又矮又肥，又穿衫很多，他要跪下用口令，那时候都未曾 COVID， 我送给他，他就领了，他要点头，跪在这里点头，然后呢起身，点知起身，两只碌咗几下喎，咁我又揸住圣体喎，我有圣体降服佢啦，我点样讲笑咁样讲，系发生喺呢个阶段啊，系啊，唔紧要嘅，唔紧接纳接纳。有教友会帮他，真的帮他，即是你知自己又难起身，你又穿得衫多，你是冬瓜那么宽，那你领完之后就不要再鞠了，你又鞠完之后又起身，那就打个关斗，你估真是天主开心看到你被彩如尘，哎呀真的，那我讲讲笑你们明白吗？唔好，唔好。如果你睇人修士啦，佢基本用鞠躬，
去大屿山你睇下，佢好庄严噶。行到祭台前点啊，鞠躬。如果要打千就打千，打千就打千。嗱，鞠躬都系，千祈唔好着短裙鞠躬啊！仲有唔好晒月光。如果我哋嘅圣堂鞠躬喺最低个级鞠躬，咁你咪行上去咯。你上到呢度嚟鞠躬，你就唔系鞠躬，你系想人见到你个月亮多么圆，你明吗？庄重啊，庄重啊，尊敬啊，尊敬啊。咁当然你会话啦，送圣体贤衣着又系，你又问埋啲咁嘅嘢。送圣体贤衣着，我都见过一个，仲系送圣体嘅时候，佢着吊带衫嘅。咁佢有烂围巾噶，唔好似你哋一定噶，有条围巾，不过吊带衫整条黄色巾。咁我问个修女点做咧？我哋用啲垃圾胶袋剪个。然之后吸一吸佢，哇，好似神父见祭衣咁。好啦，笑完啦，讲第二条题目。哦，若教又要口令，但唔去最后点，讲完啦。如果唔系教又要口令，但唔肯去到最后，咁点啊？搞掂佢啦，自己搞掂啦。教友又咳又口令圣体点算？医生点搞好呢？你都冇得搞，搞唔掂啊！有时呢，我谂圣经呢，好重要嗰个部分呢，叫爱。爱，爱系乜嘢？我知道我咁样做影响人的话，那就因为爱得呢，我不做的。你明白我意思？即是食制肉的问题而已。圣经中食制肉是一个问题。根本没有东西的，你食什么制肉都根本没有所谓的，神没有东西。但是保罗怎样说？如果弟兄因为你食制肉，他软弱跌倒，咁你就为爱佢嘅缘故点啊？唔好做，唔好食啦。如果我咳，我一定戴口罩。我谂我呢几日都系咁。我讲到咧，咁冇戴口罩啦，因为我把声都衰到咁啦。咁恩经我戴翻晒噶。系咪啊？你睇到我啲录影，我啲咩直播横播啲都有。咁仲有呢，就系、是。我哋嘅送圣体完而家咧，我哋嗰日开个会系咪啊？都戴翻口罩系咪啊？吓，咁即系我哋唔系因为有即系点讲有抑郁，即系惊到要戴口罩，而系为大家嘅好处咧，我哋都让大家安心。不如一阵我哋抹过晒所有灯，好啊，仲有一条啦，爱系紧要嘅。拒绝随手套接圣体，然后放入口。你点答啊？你咁有经验嗰啲，前座啲好有经验，后座啲更有经验。你点答佢？我唔识。其实我估佢戴住手套领都系冇云不尊敬噶嘛，你都要噴手落去手套噶啦，咁冇乜分別咯。我唔係好明啊，唔知道。即係放落手套上高，應該唔係。女人戴手套同男人唔同噶喎。我估而家啲手套即係嗰啲防疫手套啫。我防疫手套啊。係咯。戴住防疫手套嚟領聖體啊！各位嗱，平常心。平常心，我不会立即处理。我试过戴帽啊，有些男人戴了顶帽，小心，
可能他有癌症，他做紧化疗，他的头甩了头发，他好不想，但是都戴着顶帽，可能的嘛。所以不要入到去，第一件事衰老除帽啊，一啲礼貌都。如果我做咧，我会睇下佢嘅型系点，高大威猛。我谂佢唔系癌症，明白？咁我会行埋去侧边，兄弟有冇嘢我帮到你啊？佢望住我，我因为我见你戴帽，系咪唔舒服啊？你明白吗？当我咁讲点啊？佢会点啊？吓，咁我话如果唔系咧，兄弟，按规矩咧入圣堂就除帽啦。咁佢听到会点啊？舒服啊嘛。所以接待人咧系个神恩，亦都系爱德。咁所以我唔会直接答呢条问题，问你佢点解戴手套？如果佢烧伤啊，烧到啲肉烂晒，你明白我意思吗？佢戴住手套嚟做咩啊？保护又得，遮丑又得。调转佢唔系烧伤，系只手挑龙挑凤，哇！挑到咧三叉八卦都走到，你唔明白我意思？佢嗰阵时做咩啊？做咩啊？做纹身纹到只手系咁，佢而家唔想俾人睇到，咁又点呢？明白？我谂同了解多啲系好。我举咗两个例啦，问下佢咯，唔好即场问。喺门口咪，姊妹正话你戴住手套，唔好意思啊，我问一问你，系咪有啲需要啊？咁算咯。好，唔该，用手指夹住圣体。哦，放飞镖。我谂咧，大家唔需要太介意嘅。呢啲培育嚟嘅啫。咁我都会嘅，来唔来圣堂咪讲咯。你唔好自己讲，叫你神父帮你讲。神父讲啊，笑得噶。大家唔好咁样抢啊，咁样冇礼貌啊，应该着手啲嘛。大家做一次，一齐咯、哦，将手做成一个十字架，耶稣喺十字架上咁啦、啊，明嘛？嗱，呢度有技术喎、哦，要唔好讲左手搭右手，右手搭左手，关你鬼事咩？因为佢左腰啊，你明唔明佢左腰啫？佢方便领圣体就得噶啦。总之，如果咁，因为我用呢只手，我咪咁咯。因为呢只手攞嘛。如果佢系左腰，就要点啊？点啊？我都唔识啦，我又唔系左腰，咁啊点啊？诶，唔识啊！你话唔识就唔识啊！你知搞点佢？你明我意思嘛？唔好咁执着啦。方便领圣体最紧要做咩啊？恭敬两只手，你将只手做成个十字架啦。方便嘅手就攞起放入口。OK， 继续。圣体接受跌进，圣体散落地，哇！大王咯，我哋接。你搞掂佢，我唔识讲。哇！你哋笑到，嗱呢条题目有意思噶，我觉得有意思。如果跌咗就跌咗啦，系咪啊？咁唔介意嘅，好似我地下咁干净噶，咁咪将面嗰啲拧啦。掂到地嗰啲，等一阵啦，
你唔介意嘅，畫個十字咪擰埋佢咯，地下乾淨得噶。咁你話我點知個地下乾唔乾淨啊？咁最簡單用條脷舐舐就知道。好啊，第二條啦。教友話我唔擰到聖血，咩意思啊？我擰唔到聖血，咪冇擰咯。神父，我諗佢嘅意思係話，有啲堂區係點咗聖血先至俾個教友。梗係唔好咁做啦。你不如選選佢再俾佢。你明唔明點解啊？因為你沾咗聖血濕啊嘛，你放入佢嗰條脷，你咪仲更加會碰到咯。邊啲神父搞啲咁嘅嘢噶？佢係咪有抑鬱啊？要為教友着想啦，明嘛？在这样的处境下更加不好怎么这样做啊 OK 是不是说这件事啊哦圣血滴在口罩上立多马斯说他已经不是饮品就放心了因为耶稣叫你去饮嘅啫，佢已经唔系饮品噶啦。咁你要尊重尊重咯，尊重搵清水洗下佢就得。又或者点讲啊？你又埋佢唔到，哎呀算啦，佢都吹干佢算啦，吹干咗咪冇嘢咯。OK， 继续啊！倒咗其他物体嗰度，好彩唔系只猫啫。啊，唔系喎，倒咗人哋狗度可以三六啦，一于。诶、啊，唔答啦，呢啲问题好唔好啊？因为呢啲问题好普通啦、啊，咁你处理到嘅。譬如我举个例，如果烧得咪烧咯，唔烧得咪落错，即系点讲啊？让佢挥发咗。挥发咗就有冇喺度啊？冇噶啦，有积系真噶，咁都小心处理啦。最简单烧咗佢。你有啲嘢唔烧得，我唔知道口罩烧唔烧得，系咩物料嚟噶？好啦，送圣体完是否戴口罩？教友除咗口罩出嚟，领洗冇问题。问政府啦。领完圣血后，余下要领嘅圣血卫生问题有担心。Patrick， 你点答呢个问题啊？佢话咧，可能咧浸咗之后，即系咁多人浸过，佢就惊啲圣血咧唔系好卫生。因为 Patrick 喺我哋堂居啦，专责帮手送圣体员。我哋做送圣体员都系一个热心服务啦，都要对我哋信仰真系有坚定嘅信仰。我哋有怀疑都要靠信德去补充啊嘛。五官之有所不第都要靠信德，所以我都唔使担心嘅。有又好，冇又好，或者圣体跌落地下，你觉得污糟又好，唔污糟。领咗佢啦，唔怕嘅，真系我试过好多次冇事嘅，真系唔使担心，真系未试过有事嘅，真系。我真系唔识答噶，即系如果你咁惊就唔好做啦，你咁惊唔好做啦，免疫啊，你转行做帮手堂区抹地啊，因为抹地更需要人。而且你抹圣所咧要小心，因为可能有圣体碎，所以你舐完先至抹。平常心，平常心。我想问问啲医护人员，有冇有时打针惊嗰个病人啲血液会弄到自己？会噶系咪啊？惊
惊噶，我都知道。咁你哋点样做啊？俾我班医生，因为我都想大家可以有啲，即系唔系净系我哋啊嘛，医护人员都会噶。如果系帮人打针或者帮人抽血都好咧，你自己都系要保护自己先啊。咁所以我哋要着 PPE 啊嘛，即系咁样嘅。最主要包括就系要戴手套啦。咁戴手套之后咧，就掂第二个病人之前，你就要除咗佢噶啦。系啊，咁掂第二个病人之前换咗佢，一定换咗佢噶啦。啊，咁第二咧，第二样嘢惊咧，就系好多时啲抽血或者系打针咧，但系嗰支针咧最惊咧就系嗰支针吉翻嚟自己。系啦，吉到自己。咁所以咧，而家嗰啲咧就通常个手势咧就拎出嚟咧，我哋就唔插翻落个套度噶啦，系有一个盒咧，直情咧就嗰支针定叫咗佢落去咁样样。嗯咁所以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嘅问题嚟嘅，即系好重要嘅。吓，即系我哋即系譬如每间医院嗰度咧，就每个月计住咧有几多即系俾啲尖嘅物品督就整亲自己咁成咧，大部分就系嗰支针。嗯，都是这样啊，好啊，咁大家明白啦嘛，咁呢个就唔多讲啦，明白？其实谂一谂啦，系咪真系咁样啊？咁你咪唔好做咯。OK， 仲有快少少啦。如果成日都有，哇！你真系好犀利喎，你几时睇到佢同人同居啊？哇！好犀利喎，你嗱，大家注意一样嘢，包括神父在内，唔可以公开揭露一个人佢嘅私隐，听得清唔清楚啊？我哋唔可以揭露人嘅私隐嘅，甚至我哋知道告解系要守秘密，你知道你都唔能够讲。简单到嘅方法，完晒之后，你私人同佢倾下偈，私人同佢倾下偈，听得我清楚吗？公开，你有责任守秘密。明白，私下你可以同佢倾一倾，佢唔听你讲，个责任已经喺边个身上？佢身上，你使唔使觉得自救？唔使，你为佢祈祷啊！我知你唔舒服，唔舒服就为佢祈祷。各位，我哋明啊，好多问题，好多问题，天主爱我哋。不是因为我们十全十美，明白吗？天主爱我们，因为他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十全十美，不是因为我们没有问题，我们有问题他都爱我们。好，有质问呢？这个责任不在你，在神父身上，个神父自己要判断噶嘛？你知唔知升执事、升神父之前、升主教之前一样，要问过一啲属佢嘅人噶。我唔知道你在座有冇收过一啲信，主教问你：喂，呢、这个人要升执事咯，你有冇啲反对嘅意见啊？收过啦。快啲收啦！会噶，你嗰阵时讲，你嗰阵时唔讲就点啊？唔好再讲。你话俾主教听，所以如果真系有咁嘅处境啊，咁样你讲俾神父听，等神父处理，你自己唔好做，点讲啊？法理赛，好。如何何时安排训练新送圣体员？你问边个？你问边个？你哋堂区组织起嚟，
咁咪同禮儀委員會聯絡咯，係咪啊 ，Billy？ 只要你同禮儀委員會聯絡，係咪雪山啊？大家咪出動咯。我哋承認喺 Covid 嘅過程裏邊係未復常啊，我聖堂都未可以送聖血，因為點解啊？我哋計過條數，要80個送聖體員先至夠一個星期送聖體送血，80個，因為我哋離散好多，我哋離散會坐成而家咁噶，連出邊都坐埋噶，仲有上邊咧，啲房坐曬噶，咁。你哋明白啊？做到咪做咯。復常係個過程嚟噶，你唔好諗住今晚翻去聽完，翻堂機就點啊？立即復常。我哋今晚嘅目的就俾你知道有困難，但係一步步做。最重要點啊？平常心同埋有危機處理呢一種嘅叫咩啊？呢種能力好嘛？好。唔該，冇啦。好啊，咁我想問一問咧，在座有啲資深噶啦，你有冇啲補充啊 ？Maria、阿 John， 你兩個呢度時時遇到好多嘢噶，仲有 Susanna， 你係送英文組嘅。啲英文嘅有啲咩困難啊？你喺邊度送英文組啊？聖安多尼堂。聖安多尼好啊。咁啊，我哋都試過咧，即係有位其實佢係非教友啦。咁咧，佢出嚟領喎。咁因為我哋都有即係幫手啊，企喺隔離嘅，即係譬如我係送聖體，咁有另外一位咧就係企喺隔離幫手，見到佢唔係好識，我都聽到佢唔識答嘅。咁可能佢手勢又唔係好啱啊，咁已經係即係問佢另外一位幫手咧，就都會問佢你係咪教友啊？咁原來咧，佢英文又唔係好得，普通話又唔係好聽到，廣東話更加又唔係好識聽。咁咧，即係佢都唔知道你講緊乜嘅其實。咁後屘我哋嘅方法都係即係佢都知道佢領到啦。咁我。嘅幫手就會領咗個聖體去，咁但係都私底下咧完咗之後咧，都用我哋有限嘅語言溝通，即係等佢明白依一樣嘢咯。咁因為如果佢唔明白，可能佢都覺得點解你個個人都企出嚟，我企出嚟又唔俾我有啲唔好嘅感受啊，或者咩？咁都係私底下同佢講嘅。大家學到啦嘛，愛得行先，明白？私底下同佢傾啊。有勇氣同佢傾啊！人釘人啊！有時我都會一換未換制衣，我就企定喺度，握住佢，愛佢啊，愛佢啊！好，Billy， 神父都講得好清楚噶啦，所有嘢都係即係頭先有提及過話口令聖體嗰度。其實可以有啲叫做咩啊？口令聖體特工隊，係啊，口令聖體特工隊啊！係因為頭先我哋傾嗰時，可能有人話：喂，領完聖體，口令聖體，跟住要消毒，消毒要21秒之後先至有效嘅。咁係咪咁根據指引，我哋就係擺佢喺尾嘅。咁係咪要21秒先领一个，21秒领一个，抑或点样？咁可能你就要嗰队领口令嗰啲人，你话俾佢知要迟少少，等大家领完晒先，然后就有一队特别系为佢哋服务嘅，咁你可能就要轮下，即系咁就。好啊，多谢你，因为写呢、这个Q&A notice， 即系李亮神父嘅时候咧，系我哋睇过噶。他跟我傾過，最初是有這樣說的，後來刪了，因為不想鼓勵。當你說啊這樣可以呢，你就變相怎樣鼓勵，
但是我现在明白的，即是你不介意就列队咯，不过你知道的，你的口水一路传下去的了，即是你喜欢的，那帮你不到。好多困难的，好多困难。所以如果你说啊，这队是口不是舌头领圣体特工队，那你就做咯。但是就千祈不要再表扬啊，再鼓励啊，对吗？应该用平常心，好老实讲啊，在这个 COVID 之后呢，有很多学位症啊，不是因为染了，而是我们卫生啊各方面呢要重新注意翻的。对不对？所以你看看，自从有非典之后，我们很多次都用公筷了。是不是这样啊？以往不用的，现在都怎样啊？很可能堂区都会这样，以往用条利领性体的呢，今日为人的缘故，为爱大家的缘故，耶稣不会见怪，不会我用领手领性体我就会落地狱的。如果这么容易落地狱就落咯，恨不得你有机会了。你落不到地狱的，耶稣这么爱你，你为爱人如己而委屈下自己，怎会落地狱呢？耶稣更爱你呢。好，雪山南舞罗娜呢，两位舞，其他呢，其他有没有可能你有更好的意见的？好啊，麻烦你个麦。想分享一下，我们怎样去厘定我们几时应该去洗手。根据医院或者医疗界的规定，就是几时你看到有明显的污迹你就去洗手啦。如果没有明显的呢，就用火就消毒的手啦。那这个冷知识我想分享给大家啫，唔该。嗯，即是有明显污迹你是怎样啊？洗手。没有明显污迹那么怎样啊？用火酒消毒。找什么烧啊？火酒啦。火酒。火酒纸行不行？火酒纸啊，是都得，即系我意思话，如果你真系掂咗口水，咁你咪揾消湿纸巾抹咗佢先咯。系啦，火酒纸啦。系啦，湿、okay. 火酒湿纸巾，唔该晒。火酒湿纸巾，识未？用乜嘢？火酒湿纸巾 ，OK 咯 ，OK 喎 ，OK。如果你真系惊得咁紧要，转行。而家有啲读经员啊。他不想去个咪度读经啊，因为前边嗰个冇戴口罩。咁我可以叫佢点啊？咩话？佢惊对手摸到啊嘛。咁我叫佢转行咧，帮手抹凳咯。好唔好啲啊？真诚啊，真系咁都有。好，仲有冇？大家有啲宝贵意见，譬如呢位姊妹嘅意见，你有明显污迹，固然啦。如果唔系嘅话，你就点啊？你打针都揾火酒抹抹嗰度就笃佢啊嘛，系咪啊？咁你记得咯，搵火酒抹抹佢就点啊？系唔该，嗱，大家都有机会答噶，唔好净我独孤气啊！神父啊，如果恢复翻领圣体圣血，咁送圣体完喺送圣体之前领圣体圣血啦，仲送圣体之后？
送完圣体之后先领圣体圣血咧？随便佢啦，我冇绝对喎。嗱，我堂区咧到今日都仲系领晒先至送晒俾教友，先至自己领。我送晒俾教友，我都会结手，然之后先至领。明白？正如医生讲，我都要点啊？保护我自己咯。咁我送晒俾教友，我结手领咯，系嘛？我谂呢、这个执生啦，我有个感觉，一定我哋嘅教会要进步啊，唔好停留翻以往天主俾我哋19年到今日嘅经验啦。呢啲经验唔会白费噶，一定提醒我哋有更进一步嘅意识噶嘛。咁所以就咁啦，系嘛？好，呢、这个问题问得好啊，因为我肯定喺你堂区会变成咧麦尼巴同玛莎。麦尼巴同玛莎点解？争吵、埋怨，系嘛？呢、这个会噶，耶稣叫我哋唔好啊。大家仲有冇？你可以俾好嘅意见噶，我讲唔一定噶。系唔该啊，俾个麦啊。咪如果长日兄弟问咧，即系跌圣体，因为我经验过咧，就系有个旧日领圣体，佢唔小心跌咗，佢仲惊过你，于是佢又行前一步咧，争啲踩到个圣体。所以如果真係见到真係唔觉意唔知边个原因啦跌咗圣体呢，先要令到教友自己唔好驚。咁然后我去执返佢。如果唔係佢踩埋落去啦，衰即係成成嘅件事就係碎咗呢仲难执。因为教友佢特别有啲新教友驚㗎。哦、啊、你讲新教友都系肯定復活節后出事㗎。因为呢你明白啊，新教友呢他们真的会不惯会害怕，所以复活节是出事的日子，那你就上句阿利路亚就得了。即是你镇定一点跟他说，真的跟他说不用怕，没事，不用怕的，不要紧，如果你执到你不介意就领了咯，如果唔系你俾我啦，咁侧边最紧要有个乜嘢？有个助手。嗱，譬如边啲要做助手咧？第一系嗰啲负责，第二退休嘅送圣体员。退休嘅送圣体员身经百战，啱唔啱啊？可以话俾佢听，系啊，唔使惊，会发生。下次小心得噶，我帮你执啊！呢句说话听到点啊？好舒服啊，个心好暖，唔使惊，冇问题。下次小心得噶啦，我帮你执，我领咗咪得咯。明白？好，仲有冇？唔该，咪啊，系唔该啊！嗱，大家帮我答啊，冇净系我一个人。正话嗰个好明显，呢个唔系问题，不过系一个分享咧，就系、是如果我哋可以领翻圣血嘅时候咧，好多时教友就攞住个圣体染个圣血啦，好多时佢哋真系唔小心个圣体跌咗落个圣血度噶。咁我曾经遇过教友啦，佢好惊好急啦，佢就上伸只手落去捞翻上嚟。咁我即刻话唔紧要，你快你过翻去神父嗰度领过一个啦。咁即系真系要即刻安抚佢嘅。你即系如果唔系咧，佢慌张咧，佢就只手落去捞咧，我就唔知点算啦。吓、啊，咁即系呢个系一个经验嘅分享。我只手揸住圣爵噶嘛。我条布系咁伸开噶嘛，啱啊！一见到就点啊？明唔明啊？呢条布系咁噶嘛？如果唔识啊，翻去做10次。
明白？好自由，你唔好惊，你自己唔好惊。死啦死啦，咁你倒埋落。好啊，好唔紧要，仲有。神父同埋各位，咁我咧就唔系喺堂居度送圣体员，我喺医院做。咁头先咧有个问题咧，神父话我而家唔会处理住啊，就系话你戴手袜、戴保护手套去领圣体。咁我因为我时时都会遇到呢啲情况啦，咁有啲病人佢真系身体上需要我当佢哋唔知噶，其实好多嘢都系我哋自己送圣体员带住佢哋噶嘛。咁我就见佢咁嘅时候，我就话不如咁啦，我送入你个口啦，咁样就即系唔会又 focus 喺佢戴手套定咩，因为你知道圣体摆在佢个手袜或者手套上面，有机会有圣体屑咧。咁如果我哋平时自己领，我哋感受我哋会领翻，但系咧。病人佢哋或者唔好话病人啦，我哋即系出嚟嗰、那个可能佢想保护自己嘅时候咧，我自己嘅角度，我觉得因为我哋都要好小心，所以我就会若无其事地话不如我送入你个口啦咁样，我就会自己咁样做，因为纯粹分享嘅啫咁样。都系噶，我堂姐都出现过一个，佢又系送圣体员，咁佢妈妈就唔出得嚟领圣体，咁佢又送埋俾佢妈妈。佢送俾妈妈就一定要送入个口，咁佢跟住又去送俾人。我见到好多困难，以后我就话俾佢听，咁样啦。如果你送俾妈妈，咁你送俾妈妈，第二胎嚟生，你先服务啦。明白？专心陪妈妈啦。明白？有送圣体员送到你面前，你帮妈妈领圣体，第二胎嚟生，你再服务啊。明白啦，好。嗱，而家我哋已经到九点啦，咁就差唔多时间嘅。大家觉得今次解决咗大家嘅压力未啊？解决咗嘅举手，从来冇压力嘅举手。听完之后仲有压力嘅举手。听完之后好想找心理医生的举手，冇啦嘛。嗱，我哋今次急 call 咧，第一系鼓励大家复常，复常，明白？做得几多得几多，包括恢复乜嘢？兼领圣体圣血，今日做唔到唔紧要，慢慢可以做得到。未能够送圣体圣血的，想下教会讲了些什么，不要再跌入一些幼稚的争执，不要跌落什么话麦提沙杀骑马里面，明白吗？好了，那今晚大家满意了吗？好了，各位清楚了吗？鼓励自己，鼓励自己，首先是爱，信望爱三德，最后而且永远的是什么？爱德，信德你见到天主完成了，望德你见到天主已经得到了，爱德呢是你同天主一起永远的，而圣体圣事给我们的呢，就有这份爱的保证，一份永生的许诺。所以不要在外边兜来兜去，坐在圣堂对着圣体柜好好祈祷，祈祷的时候想一想你送圣体的每一个教友，为他们祈祷，他们未必完美的，好像我和你都一样不完美的，那就求天主补我哋嘅不足，其他一切算得系乜啊？明白？其他嘅一切算乜嘢啊 ？OK， 咁冇乜特别啦嘛。大家有冇补充？共义同行啊，共义同行啊。咁一阵间咧，点讲啊？
你啦，你哋几个啦，帮我手噶啦，今晚系嘛，都留喺出边同大家倾诊计啦。嗰几本书记得啦，非常冇送圣体愿，离晒默想。咁啊，呢本啊你中意咪买咯，系嘛？咁最紧要呢本系咪应该有一次机会，我哋读呢本书咧？你觉得如果我办一次，即系同你哋一起读呢本书又点啊？好啊，你讲你推动咯，因为你礼委成员啊嘛，咁你应该有责任推动噶，我交俾你。好，养老特别嘅，我哋今日祈祷完啦，好嘛？请起啦。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感谢圣神的带领，在我们以上那两个小时里面，都很丰富地去默想我们身为非常无送圣体愿的工作和服务，还有在这个服常的期间，我们都希望以爱去服务我们的堂区的每一位兄弟姊妹，希望我们带着这个心回去我们堂区服务。以上的所求都是奉耶稣基督之名而求，阿们。万福玛利亚，你充满圣宠，主与你同在，你在妇女中受赞颂，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天主圣母玛利亚，同你现在和同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阿们。各位，今日咧系教宗应选嘅十周年啊，我哋求天主俾佢健康。你见到佢而家要坐轮椅，可能佢真系太重，佢膝头做咗嘅手术，不过可能咧唔系一定咁好嘅。佢有好多要做嘅嘢噶，特别共义同行啊。咁主教都邀请我哋咁祈祷，所以我哋为教宗念一次圣母敬虔啦。万福玛利亚。愿主与你哋同在，愿全能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哋，祝大家平安。